那个导演，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故意挑了一个挤不破的气球啊？这个气球是一个红色的耳钉。他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胶皮手套一样。要不我们最后试一次？最后试一次。放心，这次我会帮他的，没问题。来。你们满意吗？哦，当然了。啊，真的老师。啊，太累了。太累了。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请这个李敏镐来为大家。